暑期漫步是图书馆针对所有不同年龄阶层和阅读能力而设的年度暑期学习、阅读和探索计划。这个简短的视频会教你怎样为你和你的家人注册2020年的暑期漫步。在网址栏那里输入个网址 sfpl.beanstack.org，进入到这个 Beanstack 的网页，利用你的滑鼠向下滑动去到页面的底部，然后点击选择语言 Select Language， 展开可以选择语言的列表，例如好像图右这样告诉你它在哪一度，利用滑鼠向左右移动去查找那个可以选择的语言，并且点击，好像我们今天用的就是中文简体字，你也可以找到中文繁体字。入到去 Beanstack 网页之后，点击注册个人或者家庭，请你留意，由于这个网页采用第三者电脑系统翻译，词汇经常出现偏差。点击我是成年人正在注册儿童，去展开你的注册程序。在成人信息以下的部分填写你的资料，然后利用滑鼠向下滑动去到下一页。下一页在读者信息以下的部分填写你家的孩子的资料，然后点击下一个。一个阅读游合襟章就会出现，你可以点击右上角那个交叉就可以关闭这一页。如果你想为另外一位儿童注册，请你于在那个问题下面那里点击是。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整个注册的过程，请你点击没有。接下来你可以为自己注册成为我们的读者，只需要在这里点击是，然后再填写下面有关的资料，记住无需填写学校的资料，然后点击下一个。一个阅读游合襟章又再出现，点击右上角的这个 X 就可以关闭这一页。如果你想为另外一位成人注册，只需要在问题下面点击是。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注册，请你点击没有。点击最底的继续，你就可以回到去主页。